Let's go。 像医生护士放射是一解释之境，展现进军消海巡，确保防疫执行，一起进行淡化航案之三级组织愿执行，将钻石公主号开了接回国之并没有至今以来九成将这钻产线体现改产，九千一百多年头一回前解好比战斗重年运演日以继夜，在两周合成肺炎要论的新闻，二十六家厂商主国家跟成本都没有料，甚至资本运当日产千万片口罩，再来接手到中华邮政也有效迅速让六千家健保药局能每天收到民众费，新推行我 OK， 一些勉强超队新约临时派给前线超贴心，决定全新防疫确定落实超前，甚至生命也用保护工回应取消绕进防疫生活站在第一线，从不曾休息停歇，担任那英雄齐聚集结组成最强新军队，守护你我和台湾一切，他们是台湾队长，谢谢台湾队长，我们就算有擦身机会也没机会说谢谢，让我们向这些无冕英雄敬礼，谢谢台湾队长，手举起来，谢谢台湾队长，来一起甩，我们就算有擦身机会也没机会说谢谢，让我们向这些无冕英雄敬礼，谢谢台湾队长，国际医疗人民第一共不够防疫经验守护安全工，不破及时决策口罩不能够出口自救才能够，不就超强 IT 地图告诉你那口罩有不货会不过统一战情每天记者会，全队应援的国军加速口罩作业，随队化学飞机场消毒不曾松懈，挥别恐惧回家不用再驻足后退，且入境健康生命永无生病检测彻底，接触时要分清哪些人群追踪个体，新闻帮忙宣导防疫遵行够温馨，连手机都频频有讯息，疫情病情痊愈后所罹患者心有戚戚焉 A 子于是写了信说在台湾真的很幸福，其实连胜我们也只过杀死这一次，其实我们更有今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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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势，第一线从不曾休息停歇，担任那英雄齐聚集结组成最强劲军队，守护你我和台湾一切，他们是台湾队长，手举起来，谢谢台湾队长，来一起甩，我们就算有擦身机会也没机会说谢谢，让我们向这些无冕英雄敬礼，谢谢台湾队长，手举起来，谢谢台湾队长，来一起甩，我们就算有擦身机会也没机会说谢谢，让我们向这些无冕英雄敬礼，谢谢台湾队长，谢谢台湾队长，我们就算有擦身机会也没机会说谢谢，让我们向这些无冕英雄敬礼，然后大声尖叫。